这个教堂是我们男神父主西班牙他的朋友他的亲戚后来他的教化是他的他的哥哥的建工建 architect 建工术大计划所以主我们的方面最漂亮的这个教堂在艺术方面对呀、啊、这个教堂不但在这边新竹县有关系在我们的今年台湾的以后有关系有了差不多有好多的教堂要改以后呢他们来这边看我们的这个教堂来在台南在高雄什么的地方这个教堂杨建住了新华的基督教堂好像是个漂亮的教堂艺术方面那最重要要猜你后面有艺术舍不得你在这个地方十多年了后面有些舍不得的事是这个这差不多有三十年了这个教堂四十多年我们的那个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西部以后主备以后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绿江江南后来影响很大后来这边的好多人呢要干这个教堂里面的讲里面的神像也是每一个都是读艺术方面的比较好我们圣母像盖世的时候圣母像是从西班牙打来的我们圣母玛利亚很漂亮的圣母玛利亚后来呢他们有人来看当圣母像有人看到这边看那个看我们的圣母像怎么样是吧然后教堂在我们新竹在我们的主编新竹在我们的影响很大的影响差不多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有面子里面这个教堂后来我们这边有教会呢我们教会呢这边有几个这边有影响这边有很漂亮的所以这么今天要求怎么办我们家又很难过家又很难过因为脚跳本来呢身体很受不了因为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好的有艺术的忽然脚跳了这不应该那个别的地方也没有这样的说所以那个我们勉强我们听那个中华民国这样的就不过你我们心里我们很大的难过很大的不高兴就是不过这些这样的那个没有这些这些好吧OK 谢谢
多年前于中国大陆安徽芜湖创立内斯公校的那一批耶稣会士，至今硕果仅存的一位。以下我简介张神父的生平。1912年，张神父在圣诞节前夕生于西班牙，父亲是当时西班牙海军总司令。家中九位兄弟姐妹，有四位妹妹进入了隐修会，另外有一个侄子在日本东京新宿耶稣会上智大学传教。如果留在世俗，张神父本来可以有一个人人所羡慕的安稳的光彩的成功的世俗生活，可是张神父选择了不一样的一条路。17岁，他加入耶稣会修道，先在西班牙比利时读文学哲学。1938年来中国，在北京芜湖学国语。1940年开始在芜湖内斯公校任教。我们算一下，到今天68年。1941年到1945年，在上海徐家汇读神学。1947到1952，担任芜湖内斯公校宗教辅导。请注意，1949，中国大陆共产党取得政权，所以张神父还在那边奋斗了3年多。然后才辗转来到台湾，因为内斯公校被共产党没收，神父们被驱逐出境。1952到1965年，在新埔湖北一带担任本堂神父，并且在内斯公校任教。1965到1978在竹东地区传教，这是他唯一的一段不在新埔湖北地区的时间。1978到2005又回到新埔湖北地区传教，后来门接耶稣会院养老，但是还是常跟教友互动，做教友们的好神师。前一阵子张神父因为跌倒，送台北天主教更新医院，于主历2008年5月25日上午7:33，终于回到他日夜渴望的天主那里去，享年96岁。昨天我听白修士说，前一阵子张神父跟白修士讲，说修士，你知道我多么想要回到天主那里去，但是就是回不去，因为他活得很高寿。在场的内斯同学们，一位海军上将的儿子，17岁，像你们这样的年纪，就决定要过一个为别人而活的生活。今天在这样的机会上，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该怎么样过我的生活？我该怎么样安排我的生命？现在我们怀着前进的心情，一起来参加这一台弥撒。今天的主祭是新竹教区李主教主祭，耶稣会新竹会院的院长丁立伟神父陪祭，请起立。欢迎司祭团进场。
最近我们有接二连三的死亡经验，缅甸的大风灾，中国四川的大地震，死伤无数，还有前阵子的仁慈圣母会的潘修女，今天我们的张神父。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死亡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哲学家海德格说，未知死焉知生，那些埋在地震瓦砾堆中的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没有犯过罪，也不可能犯罪，为什么他们要受到这样的痛苦，甚至是死亡？不是因果，不是他们比较不好，不是我们比他们好，答案全部在十字架上，天主自己来跟我们一起受苦。天主不像天上的一只老鹰在天空翱翔，你们的痛苦我看到了，他下来跟我们一起受苦，跟我们一起哭，跟我们一起承担。他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哭，而是盼我们一起哭。基督是天主的眼泪，而且基督是眼泪甚至是死亡的征服者。今天我们怀着非常前进的心情，整个弥撒中可以让我们想一想这样的问题。
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上主的圣言。天主可以从罪恶中拉出善来。耶稣通过死亡复活了，他征服了死亡。请看答唱曲。凡心中国的人
愿主与你们同在，你的心灵同在。如神父，学生请全体起立。就在那时刻，门徒来到耶稣的跟前说，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入天国。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以上是今天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请坐下。现在耶稣会新竹院区的院长要跟我们讲道。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神父的朋友，我们今天从一系的来欢送我们敬爱的张神父的张雨沙，跟我们一起会办来做的与常做的张雨沙是有点不同的，可以说有点有点稀疏。可是发现了这些不同的地方都是蛮好，也都是解决的安排。第一个，平常我们来欢送我们耶稣会弟兄的时候，来主持弥撒的应该是我们的耶稣会地方耶稣会的省会长来主持。不幸的，刚好目前我们的会长张德龙神父都在美国开会，没有办法来这里。为此，更好的由我们地方教会的大家长李主教答应了来主持这个弥撒。我跟他联络的时候，他自己说了，我不能不来，这个是我的荣幸，因为张神父50多年继续不断地在新竹教区服务，而且他也做一个蛮优秀的神父。第二个，平常我们耶稣会会举行我们王者的长礼弥撒的地点，都会是我们自己会员或是离会员比较近的教堂。原来有开始讨论怎么样举行张神父的长礼弥撒的时候，我们原来的计划是在西门街，我们西门街会院旁边的那个圣心天主教堂举行弥撒。可是很快有人反应，有非洲这地也是否公的校长还有神父们修士还有老师们啊，还有刑部的教友们、诸位的教友们，他说不行啊，应该是在那时候共举行了。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大概至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你们都知道这个学校50年以前被建立的时候，都是被从西班牙来的耶稣会神父建立的学校。当初就有这个张神父，所以你们这些可以说那次故宫的校长老师们还有可能老的学生愿意这样准备那么隆重那么美的场地来欢送我们的张神父
也是我想很好啊，借上神父现在才经常看到的，但是你表示我以我耶稣来代表我耶稣会的弟兄，也谢谢你们有这个有这个渴望，有这个你们如果都是对的，是什么为荣，可以这样为长城万代那么好的利益来辛勤他了。第三个平常我们说医生的时候，当医生帮助医生的时候平常时候我们是一人年轻行事啊，回来帮忙一方面啊，做夫妻啊，做这些事情啊，可是一样发现有本地人那个别是朱佩阳去的教友愿意帮忙去，一直跟他说到三十五多的生活不太不舒服，我们很多晚可以服务，是一年的意识，我们也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是搞你们教友你们学习来做，这个是很好，这个让我们感动，因为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你们很怕，也对我们的三十五有很大的感心。最后是我们中间的传统是有一个弟兄走的时候，有尤其一个必要的人是他的另外一个弟兄跟他同一个长辈的人来说道理，来讲道理。今天是我比长师傅年纪很多的人又来讲这个道理，我认识他也不多不久的时间，所以我要准备这个道理之后，我说我有讲什么，我有怎么样说的，所以我去找两个人帮忙。这两个人是谁？一个是在这里服务那个生命教育中心的情侣装情侣，因为他是中队中间的一次，我去问他，哎，你为什么今天选择两部路径有什么理由？是不是跟张师傅有什么关系？请你帮忙我一下，就给我的道理。好，以后张师傅跟我这样说，他说笃定义是什么？定义就是寂寞的口述，那个寂寞的口述的作词，他就是讲自己，他说我一辈子很辛苦的为耶稣的福音奋斗，我遇到困难，我遇到阻碍，我遇到挑战，可是都没有放弃，因为我一辈子都是靠耶稣的。现在我们离开我们的长生父，就是七岁在离开这个时候，他开始求道，可以说差不多是八十年前。八十年的时候，继续不断的为耶稣的福音来服务。他在悲惨中，自己表示愿意去离开自己的故乡，去偏远的中国那边服务。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张师傅离开西班牙到中国去服务的时候，应该知道传统是说一个传道员离开欧洲，离开自己的故乡，是可能永久都不会回家看家人。而且那个时候中国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中国是内战啊，有很多文字啊，去那边也是模型啦。可是刚才因为相为耶稣做见证，他就到中国去啊。先我像是在安徽省啊，不久去那边服几年了，以后不行啊，伪工厂长被赶走了，就来台湾服务，说先来帮忙建立这个学校，以后再活多活多年做本堂的工作，这样继续不断的八十年，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继续不断的奋斗。我相信现在来再见他的时候，他跟建筑会说了啊，还好现在你让我休息一下，
可是实际上哭也是来得及的。今天的杜景阿没问庄秀女为什么选这部福音呢？这部讲什么？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去看耶稣，他们对于耶稣的了解还是有很多误会。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以为耶稣会做以色列的国王，以后会把罗马帝国的军权赶走，以后可能会给他们什么好处啊？可能以后他们会有地位啊，然后他们会可以享受生活啊，因为从国王的助手了。所以当时我问耶稣：“哎，耶稣啊，你会做国王的时候，在你的王国，谁会做最大？你会跟王主啊说说说，你会给我们怎么样的地位，怎么样的好处啊？”以后耶稣做什么？耶稣他就不说什么。他待在中间一个小孩，以后他跟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不会跟这个小孩一样的坚持了，你们不但没有资格在天国有重要做有中国重要任务，你们连做天国的人民不行了。”换句话说。耶稣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有为他服务，如果我们有为福音做见证，应该做一个坚持的人。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长子父，三子父，我们真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坚持的人，真的很坚持的人，都不会过他自己。有人想派他到哪里做任何服务都被答应了。我还记得光他差不多90岁的时候一直希望退休了，然后那个时候会长有跟他说：“张神父啊，你现在不要再做祖辈的本堂，赶快有跑到西部做本堂，因为那边没有神父。”9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张神父说什么？他说：“我还记得，他说我年纪已经老了，我是一个老外，我不是那么懂本地文化了，我不是年轻的，我已经没有活力了，去找另外一个比我更好的神父了。我现在有准备休息。”这个是坚持精神，我们可以从张神父好好去休息。好，除了张神父之外，我还是去找另外一个人帮忙我准备今天的道理。就是在我们进入天进入世，最不习惯也最不喜欢讲道理的会是之一，因为我有大机会听过我讲话，就是长久在我们西门戒会院服务的老西班牙修士赵修士。可能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因为他是天天续续的在我们会院服务，其实他的角色很重要，因为我们属牧灵工作的人肚子饿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口通饥吃了；我们难过的时候，他会跟我们开玩笑，恢复精神了；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准备好的房间好好住。以后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身负年纪大的时候，他会好好照顾爱护他们。所以我问张修士啊，你觉得张神父啊，他最值得学习的优点是什么？因为我有没有心机有讲道理啊，我真的不了讲什么。所以那个赵老师他跟我说，他先说张神父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中，无论是健康的不健康的，积了的不积了，成功的不成功的，都会满足，都会喜乐，都不会埋怨，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张神父他是一个跟人相处的跟人和的人，
从来都不会跟任何人有什么冲突了，或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少去担心自己的需要，常常腿脚板着去符合别人的需要，很少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常常去了解、包容、接纳别人的立场。然后赵先生开始说了，张师傅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他是一个很会祈祷的人。他最近三年已经退休了，所以他的重要任务就是为他的做无灵工作的弟兄祈祷，还有为教会祈祷。然后赵先生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做弥撒，第二个一个小时才就当祈祷，有这种早餐，早餐以后早上还有早办法就当祈祷，中午吃饭睡午觉还有去就当祈祷，晚上还没睡觉之前还有去就当祈祷。最后赵先生说，事实上可以用一个字说造成长生父子怎么样的一个身份，我就发现他是一个神人，我就发现他是一个神人，就是这样。我们的长生父子，我今天的道理的结论会是什么？我们来这里今天参加今天的仪的人，有一部分是跟三生父很熟，都知道他的可爱，都会永久不忘记他可爱的地方，他的优点。那这个可能会跟我们一样，继续做更好的人。可能有另外一种人呢，比方说今天我看到那么多随圣徒来参与今天的礼仪，从来都不是很认识三生父的。可是，无论我们是很认识他，或是不认识他，我们都可以跟他学习很重要的一点。张师傅他自己的生活的榜样，是帮忙我们可以了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生活当中最重要不是我们能不能做了不起伟大的事情，最重要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能成功或是不成功我们想做的事情，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努力培养自己做一个好人，谦谦虚虚为自己的弟兄姐妹服务，这样我们才会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阿弥。现在我们请追随上神父一辈子，张成武也照顾他一辈子的以前的新土的老传教员蔡清淡骑士，蔡清淡先生来分享他跟张成武之间的一些生活的友谊感情啊。我们请蔡先生。所以当我开始认识了三神父，
那时候耶稣会50人前来到台湾，特别这些西方亚的神父来到了新竹北这个地方。我一看到这些羊头上，心里马上觉得不一样，哇塞，好帅！他们穿着黑的道袍，充满喜乐，而且呢又很有礼貌，说跟台湾的出家人不一样啊。为什么他们要出家？在台湾要出家，一个男人在社会上待不住了，失恋了，做事业失败了，好吧，头发一剃，做和尚了。女人也是一样，啊，感情上有挫折，或是家庭上有事情，好吧，头发一剪，我女儿我做尼姑去了。我说那时候奇怪了，这些神父们穿着黑色的道袍的这些神父们，这些洋和尚究竟怎么样要出家？他的感情上如果说受伤了、失恋了，可是他跟我们还是那么充满喜乐的跟我们讲话。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奇怪。而且更让我莫名其妙的是，这些修道的人家里都是很有名的家庭。比方我第一个认识的男神父，他家里是银行家，哇，好有钱，父母都养他，送他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来修道。今天我们要纪念的男神父呢，他是他的父亲是当时西班牙的海军总司令，我们的报纸刚刚看到看他那么有钱有权势的家庭，他们又受过高等教育，他为什么要修道？为什么要出家？所以那时候在我脑袋瓜里面常常会说奇怪，莫名其妙，为什么？可是我跟他们交往了这几年，终于让我了解了，我们360行的职业以外，有个更高尚的一个职业，就是追随基督、做基督的工作。他们不是失恋，不是生活过不去，不是社会容不下他们，他们只是丢弃了所有的荣华富贵，愿你跟着耶稣。他们愿意传扬耶稣的走，所以我跟三神父，我52年认识他到现在，实际上我有跟他生活在一起是12年，在这12年里面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以前老板骂人是不看时间的，我们说被老板骂那应该，可是我的老板这个三神父从来没有骂过我，从来没有不好的脸色给我看。所以我觉得不是我而已，我们的教友们那个辛苦街上的人一看到人说压感心如憨厚，这个神父很好啊，暗火一面那么好的人，大家就称赞无加。所以我跟他生活了，跟他一起了。有一次呢，我工作晚一点了，想要回去吃午饭了，我就想说啊，跟大婶三婶都来过招呼，我就上楼上去了，看三婶都在埋头苦干做什么吃饭。他的饭是什么？我愣了一下，一碗公面啊，神父的这么简单，一碗面而已。以后我才知道，他常常他吃饭是非常简单的，有时候晚餐呢一碗稀饭，有时候那一个炒饭，他那么刻苦自己。我常常想，能够吃好一点，应该吃好一点嘛。在我的家里，我常常说，如果有菜就吃菜，有一点钱就买鱼嘛，再有一点钱买肉嘛，啊，让我们生活好一点，让我们有
上生路他不是没有钱，他为什么要困苦自己？所以真是百思不解。我说在圣经上耶稣讲过一句话，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原来他过着一个神贫的生活，可是以后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事情。我在跟教友们谈天，有时候跟在别人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说，那蔡叔叔，我能够有今天就在工厂里工作，家道小康啊，有一两个孩子。他说我有今天是三神的赏赐的。说我对对对，我说对，他给你信仰。他说不是他给我信仰而已，我家里很穷，我没有钱念书。他不急。他帮帮我念书，帮帮我给我念大学，是我在今天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好的职业，所以我这个家庭小康之家是三神父帮忙，我就感觉到啊，原来三神父可以吃一碗饭过日子，一碗面来过一餐吃细饭，原来省下来的是帮忙。可是我跟他12年，从来没有看到他帮忙的，说哪钱给的。他真是应验了圣经一句话：左手所做的善事，不让右手知道，何况我老蔡呢？所以他真是实现了耶稣基督的精神。所以他也会怜悯人。所以圣经上说，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将要受到怜悯。对，他看到那痛苦的人，生活过不去的人，他会暗暗的、偷偷的来帮忙他，来成就他。我们在一起工作，我说从来没有受到上层辱骂，虽然我那么挑剔，他没有骂我。我们同事们6、7、8个人。有时候我们去告诉三神，陈路啊，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他说好啊。我们就几个人啊，我们想，我们不是很有钱啊，就是在大餐厅里，我们去买啊，买一些东西啊，就在陈路的那个厨房里炒炒煮煮啊，我们煮了，然后一起吃饭，这我们像一个家庭一样。当我们吃饱了。那天晚上没有工作了，吃饱了，我们大家就唱歌了。我们是神的唱，好唱歌。我们当然先找女的，因为你的声音好嘛，我的声音不好嘛。哦，说这老师你唱，我唱谁唱？他唱，太高兴，很高兴，很高兴的唱歌，轮到我了。当然，我的声音是会把屋顶就放开的，又变调。可是我看的是他不喜欢的，还很高兴的。天哪，要我们就主播张成龙念唱一首歌吧，不好啊。我们说不行啊，圣歌不能唱，圣歌不能唱，对，不能唱圣歌，唱你那个在一起伴娘，你一定有弹琴帅，你一定有弹过这个，因为你很帅啊。唱什么说情歌，不好啊。他真的唱，他唱的歌到现在我是记得歌词的一句话，铁的噜噜噜，铁的噜噜噜，讲什么？说这是表示爱吗？难道呢？看完了，你开始了，真的？你有弹琴？有啊，怎么没有？你有爱过？有。你看他们前面现在，说很漂亮，很漂亮，到现在很漂亮。说真的吗？很漂亮，但是你爱他？有啊，是谁啊？天主。他好累，天哪！他跟我，他的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爱是爱啊，哥哥爱妹妹啊，妹妹爱哥，爱的死去活来，爱的动天动地。他的不是，他会爱天主，为天主要跟随耶稣基督，为爱天主，他要实行天主的工作。所以，实际
萨他的大爱，是我们凡夫的死救我们，爱的动天动地，他的付出，他会爱天主，为天主要跟随耶稣基督，为爱天主，他要实行天主的工作。所以，实际上他的大爱是我们凡夫俗子所不能及的，所以我不了解。可是我们应该要了解他的爱是比我们高的。所以我们要讲三神的事实在太多了，因为会说他是一个活的圣人，哎，他工作，你说他是老板吗？二十多年前政府有在提上一个运动，公募公园化，所以来鼓励在公募他们的，因为我们台湾的公募是乱葬岗一样的，乱七八糟葬，所以就政府说讲不好看嘛，种花嘛，种什么嘛，啊，上次我听了说，那在我们也种，好吧，我们种，所以我们几个人都到我们的教友公募，公募上呢，他马上分了，每一个人一块地，你一块，老蔡一块，我一块，那孙大娘一块。个人拿着锄头就做了，叫今天那时候我们向政府所领了一些杜鹃花，人家送的杜鹃花，我们就开始在那里工作。我看到外面的看到说啊，你还听过在那做工的呀？啊，你的老板你在做工吗？我说我们没有分老板，他们是一家人，他们说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他也在做花，他也要提水浇花，所以。实际上我很高兴我认识了三神童这样一个好的人，这样一个活的圣人。虽然我们说一个人的过世我们应该难过应该流泪，可是呢我想对三神童的死亡我们应该高兴，一个人能活到九十几不是妖兽了，就长命了，九十多岁了。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在世界上这几年在受痛苦嘛，啊，那耶稣基督愿你接他到天堂上享福，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吗？我们有什么要难过？可是感情上我们实际上舍不得这样一个好的老人，这样一个活的圣人，啊，离开了我们，年前离开了我们。实际上，我们要跟三神父讲什么呢？我们现在来祈祷，为他祈祷。我想不是为他祈祷，我们求他为我们祈祷。他是一个圣人，他在天主面前会听我们讲话啊。他还是那么完美的人，我们当然求。求三神父为我们在天主面前，使我们能够跟随耶稣的脚步，一步一脚印，我们要走信仰的道路。啊，对不起，我是爱哭，谢谢。现在让我们来一起为三神父的灵魂祈祷，以及为各种意象祈祷。事实上，我们更需要三神父的祈祷。请起立。求你安慰这些因为三神父的逝世
而哭泣哀伤的亲戚朋友，求你也擦干他们的眼泪，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怜悯我们。请为在精神上或身体上受苦的人祈祷，特别纪念在四川、缅甸灾难中受苦的人们，求主安慰他们，给予他们及时的扶助，恩赐他们艰辛依靠天主。我们同声祈祷。请为我们刚出世的弟兄上神父祈祷，求主宽恕他的罪罚，恩赐他脱离炼苦，早登天国。我们同声祈祷。请为我们已亡的弟兄姐妹、亲友恩人及所有安息遗嘱期望复活的人祈祷，求主恩赐他们获得永远的赏报，早登天国。我们同声祈祷。仁慈的天主父，求你普天你子民的祈祷，赏赐我们所需要的恩惠。以上所求是因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请坐下。纽曼枢机主教在从圣公会皈依天主教的过程中，经历了内心很痛苦的挣扎。他是英国基督教的高阶教士，自己先到的，后来他还是决定要到罗马去觐见教宗，他坐船在一个黎明之前传到了罗马海外，内心有感而发，近乡情怯，我终于要回到甜蜜的家罗马。他唱出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圣歌，就是《慈光歌》，恳求慈光引导他的生命。桑神父一辈子在天主的光明中行走，如今天主接纳到了天堂，我们也要步入桑神父的光中，在天主的光明的引导下走向我们盼望的天乡。请看慈光歌。招教我们成为你的子女，
在圣神的光照下，在现世一路着愉悦的生活，期待着天父的来临。今天我们的弟兄上神父完成了愉悦的旅程，回到你的身边。死亡绝不能使我们彼此分离，因为我们众人都要走完同一个道路，在你台前同等，永不分离。为此，我们怀着信心，借着基督血随同天使、荣领天使和所有圣人，歌颂你的救赎不平的欢呼。Thank you.
耶稣教导他们的这一条经文，我们称为主导文，或说天主经。我们其实从修辞的先师有乘坐他的教导来感受，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出面是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死亡不是结束，反而是永远生命的开始，更加与天主接近。Thank you.
请大家祈祷。宣德的天主，今天去世的弟兄桑神父以这圣祭而净化并豁免罪过，求你也使他获得父的永久喜乐。以上所求是报我们的主基督。阿门。祈求天主使我们作为弟兄桑神父即将被埋葬的身体将来复活时获得圣者的完美和地位，并求天主使他与诸位圣人和信者欢聚一堂，共享永恒的幸福。我们以告别曲来献。
向三神父告别。献香，你的身体曾经由圣神祝圣为天主的宫殿，愿你日后也获得复活的光荣。you
位亡者祈祷。现在我们也请求圣母玛利亚和天上神圣一起为亡者转求天主，赏赐他加入天上的大家庭，共享永生的幸福。天主之母圣玛利亚，
主祭者及全体耶稣会士向一向敌灵位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成，请出位。以下是躬祭仪式。首先，请新竹，请坐下。首先，请新竹县议会议长恭敬议长，因为今天有咨询，所以没办法来，由他的机要秘书陈生龙先生致祭。祭礼开始，上香。
再鞠躬，三鞠躬，礼成。内师高工校友会总干事沈家富老师致敬。陪记者全体内师高工校友代表。祭典开始，上香。献花，向遗体行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请复位。新普天府堂传协主席徐顺腾致敬。所有新普堂的教友，请出列。开始，祭就位。请本堂新普本堂神父主祭。陪祭就位，上香。向遗体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请复位。天主堂致敬，由竹东天主堂本堂神父致敬。祭典开始，全体肃立，主祭就位，陪祭就位，上香，献。
献花。向一向及一体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一鞠躬，三鞠躬，家主答谢，已成请复位。圣米格尔堂牧灵委员会饶嘉玲率领教友致祭。上香，献花，向一向及一体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主答谢，礼成请复位。内司高公家长会致祭。由副会长习清军主祭。上香，献花，向以向及一体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主答谢，已成请复位。主北天主堂之祭，由前传协主席张文娟主祭。祭典开始，全体肃立。就位，预计就位，上香，献花，向遗体及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主打理，礼成，请复位。西门街天主堂致祭。主祭者西门街天主堂本堂神父，祭典开始，全体肃立，主祭就位，预计就位，上香，献花，
向以相机遗体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族答谢。礼成，请复位。现在请全体参礼的修女一起来向三神父致敬。请耶稣乐商会的会长修女主祭。开始，全体肃立，主祭就位，预祭就位，上香。献花。向一向及一体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族答谢。礼成，请复位。耶稣乐商会总会长刚好从罗马来台湾参加他们公祭完毕。现在内斯高工校长要率领所有的主管一起主管为三神父覆盖校旗，表达我们对三神父他在为内斯高工的付出，我们致上最高的敬意。请全体参礼者起立。盖校旗，三神父的遗体马上要送至耶稣会在彰化的毕敬院进山安葬。借基督死而复活的事实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休止，而是复活的续起。求三神父坚定我们对永生的信念，
使我们来日都在他内聚首，共享永福。起灵。
当招法。哇！先有做一个简单的游戏，慢慢走往农场那边，以后在那边我们会继续一起为我们的上神服祈祷。大家可以叫开始两个，就平安来。
愿天使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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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三子之久，心有在圣母中。一子出生了所有心智的坟墓，使它能安葬人的身体，增加人们复活的希望。求你使你的仆人在这圣母中安眠，直到你是大复活，接受光荣的日子入。 求你使父母，你使神明，求你使你的圣灵光荣，将天天国永远的冠名，你是天主永神永王。阿门。宣念的新主，愿你把我们这位弟兄上神父，从此称使召回到此地的神殿。我们现在就把这初次泥土的神奇交还泥土，使它升归远处。但是由于基督曾首先从死者中复活。 他也有改变我们这位的肉体，使我们与他冠名的身体相似。我们现在将我们的这位夫人、上神父托付给主，愿主使他现在相守平安，在末日使他复活。 主耶稣说过：“我就是复活的生命，听从我的人，即使死了仍然活着。”我们张神父托付在天主的手里，一起为他祈祷。主耶稣。 你带拉萨路去世后，前往安慰他的姐妹，求你现在也安慰因受丧神父的亲戚朋友。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永远的安息。你曾借洗礼的水祝圣了他。 求你赐给他天主子女的圆满的生命和幸福，我们同声祈祷。主，你曾用你的圣体圣水滋养了他，求你也接待他参与天国的欢宴。我们同声祈祷。求你赐给他天主子女的圆满的生命。 主，你为他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曾亲自经历了死亡，也战胜了死亡。求你坚定我们对永生的信仰和期待。我们同声祈祷。主耶稣基督，你从埋葬你的坟墓里复活了，使坟墓成为我们期待复活的标记。现在，我们已安葬了我们的弟兄张神父，求你赏赐他在这里安息。当你光荣重临之日，能沐足你光辉的圣容。
你是天主永神永王。阿门。上主，求你赐给我们的三圣父弟兄永远的安息。你永远的光辉照耀他。拜鞠躬，三鞠躬，一礼成。王主玛利亚。Yeah.
因为我们
回到他们出席的教会去体会，去感觉其实好相似，然后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路上陪耶稣，陪着我们，圣神带领我们走出阴霾。我们相信，我们希望很快会被真实的临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一起起立诵念圣经，起立翻开八十第六页。从死者中复活，我信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我信他要从天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我信圣灵公教会，诸圣的相通。我信罪过的赦免，我信肉身的复活，我信永恒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基督以死而复活，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我们向他祈祷。请为天主的教会祈祷，求主恩赐他足够的献身人员，以扩展基督的神国。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音我们。请为我们的祖国祈祷，求主恩赐国运昌隆，民生安定。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音我们。请为受苦难的人，特别为大陆同胞祈祷，求主恩赐他们希望，将他们的痛苦忧患变成幸福喜乐。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音我们。请参加这堂弥撒的教友一次祈祷，求主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明了纪念与分享基督的升天，最重要的是跟随他。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音我们。为六家圣堂重建祈祷文，在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念：主耶稣基督，永生天主之子，已是降居人间的天主，已是厄玛努尔，是天主与人同住的帐幕。你本身就是一座圣殿，你来人间建立教会，并派遣他为你召集上帝各处的子民和你团聚。教会就是你的身体，是你的救恩临在人间的有形可见的标记，它是地上的天国。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曾经拥有一所属于你的美丽教堂。我们因着你的名聚集在圣堂内，我们祈祷、朝拜、感谢、赞颂你。在这感恩祭的场所里，因你的临在而成就了许许多多的圣事。主耶稣，求你成全我们的心愿，让我们把你救恩的记号十字架永远树立在六家的十字路口。圣母玛利亚，仁慈的母亲，请为我们祈求上主，满足我们的渴望，将它重建起来。圣女小的儿，请与我们同在一起，为这小小的羊群早日拥有新的羊站而共同祈祷，愿一切成就美善崇敬和荣耀透过圣母玛利亚和圣女小德兰以及所有圣人，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圣神内归于那不可言语的天主圣山。阿们。对圣召祈祷文，在这个感恩祭典这夹着这边都有，我们大家一起念：耶稣圣母，请接纳我们的赞颂和感激，因为借着你的圣神，你自由而不断地将圣召赐予你的教会，请你帮助主教、司铎、传教士和所有献身的人们，使他们能立下真正福音生活的榜样，请你坚强正在准备接受圣职和献身生活的人，请你增多福音的工作者，将你的名宣告给万民，请你照顾我们的家庭和团体中的青年，使他们有跟随你的心理准备和慷慨的心。今天也请你注视他们，并且召教他们，
请你给所有被召的人能放弃一切的决心，未能选择你唯一的爱，请你宽恕你所选择而没有答应你的人，你所选择而不忠信的人。基督，请你福音我们经由你的母亲和宗徒之后所做的转修，圣母信而慷慨地答复过，她是我们快乐的缘由。请你因着圣母的庇佑和榜样，保佑你所召教为你的国终身服务的人。阿们。主基督，你是善牧，为你的羊群舍弃的生命，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你仁慈地俯听我们的祈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奉献。